各位同学，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又有机会能够在网上能够跟大家一起学习主的话语。时间是过得很快，这个2022年的下半年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三季度，这季度大家知道我们安息学的主题是什么，这个一定要记得，对不对？与基督同受试炼，耶稣基督肯定是受了很多的试炼和苦难，但是他要我们与他同受试炼啊，同受试炼。那么今天我们说很有意思啊，那么学这个题目，上次大家都知道了怎么样，我们学了23篇大卫的经历，他经过战场，经过死荫的幽谷，当然他也有在可安息的水边和青草地上的，不过最要紧的就是他的一生都有主的同在。那么今天我们会学习的题目是第二课，叫试炼来临。试炼来临，我们先读读这个存心节，尽管可能已经读过了一次。这里是彼得前书第四章12-13节，这是在彼得年老的时候，甚至于他预知他快要离世，甚至殉道，但他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弟兄们，其实原文也可以包括姐妹们，在火炼的试验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，也可以欢喜快乐。”彼得所处的时代，我们知道是罗马帝国，而且呢，最后几年是在尼罗王这个罗马的暴君的统治之下。事实，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，彼得、保罗都是在尼罗的手下为主选到的。那么彼得就想到，哇，有火炼的试验也会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倒要欢喜。事实上呢，对一般人讲来，对这句话本身是觉得奇怪，这么火炼的试验临到还要欢喜，对。但作为基督徒讲呢，正好相反，火炼的试验临到呢，不以为奇怪，反而要欢喜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根本的理由说，我们如果和基督一同受苦，就在基督将来显现的时候，怎么样？荣耀的显现。耶稣死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死囚被钉在当时最羞辱最痛苦的，而且不用在罗马本国的人身上的一个十字架的苦刑。但怎么样呢？耶稣基督他将要荣耀的显现，甚至于跟他同钉那个十字架那一个强盗就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，万王之王，他会荣耀的降临。他先从死里复活，然后将来会要荣耀的降临。到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会真正的懂得，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也必和基督一同享荣耀。诗歌的作者
告诉我们一个字，这个字呢，啊，在英文啊，就是这个干锅或者熔炉的意思。这个很有意思。我们可能中学的时候做化验，做学化学的时候，啊，可能做过一些实验。有人也经历过有一些大的熔炉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就看过两三千度的这个大的窑烧窑，因为我有好几年劳改的时候在那个玻璃厂啊熔炉。那么这个字呢 ，crucible， 对吧？这个学科的作者告诉我们，熔炉这个字在字典里面定义，第一，用来融化需要高温才可以融化的物质的容器。做化学实验可能这容器很小，那这个窑炉里面那是很大的窑，石头都可以烧成液体。第二，这个字呢也含这种严酷的考验，严酷的考验。第三个意思呢，一个集中力量造成互动，因而可以到此改变和发展的一个地方或者一个情景。所以就从这个物质的熔炉干锅引申到在人生当中的一种境遇，是吧？可以怎么样呢？经过严酷的考验，结果呢反而造成一种互动，以致能够得到改变和得到发展。那么这样的定义呢，可以给我们这个属灵生命一种有益的一种看见。这周我们知道题目是试炼来临，你来过吗？现在不来将来会来吗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。这周呢，我们将会强调一些我们可能突然面对的压力，以及在某些事情上经历试炼的一个理由，而这些事情呢，使得我们在人格的特质上有所改变、发展和成长。这会帮助我们意识到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做的事情，好让我们在深陷严酷的试炼的时候，知道怎么样回应。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我以前很早了啊，专门讲一篇苦难的问题。各位同学，有些什么事情是我们不喜欢的啊，不愿意的，但是却会面对的、临到的？比如说生老病死，生或者还有点欢庆，但现在对有些人都感觉到是一个沉重的压力啊，一个孩子出生了，想到他的将来一切的啊成长、教育、经费或者为人会如何啊，这个不去讲，谁喜欢老病死啊？我这个老不是指说啊老成老练啊，不是的，是指什么衰老，老态龙钟。谁喜欢呢？可能没有人喜欢吧，对不对？脸上的老年斑，谁喜欢？没人喜欢。我因为这个身份证用了很多年了，一二十年，这次真可以去换。但换身份证当然他要拍照，他拍了两次，叫我剪一张。我一看两张也差不多，
老了，但是呢，我去剪了，我看，说我虽然老了，但是我还带着微笑，因为感觉主的恩典。但一般讲来，人不喜欢老，生病的那更加不要讲，对不对？不论现在的疫情期间，或者疫情之前，或者想到以后，没有人喜欢生病吧？死亡更加不要讲。但是老病死，人逃不过，在今天的世界逃不过，对不对？你再养生还是会一年一年的增长衰老，医疗条件再好不等于不会生病啊。在疫情期有人防护的很好，甚至于那些总统这些司令这将军也会染上疾病，没有人喜欢嘛。更加不要说有些举证啊等等，或者心脑血管造成瘫痪，甚至于哪怕不是这个病吧，到老年失忆症、老年痴呆症，老老病病，世界上三大堡垒，尽管全世界都用了很大的投入了很大人力物力，但是这三大堡垒还是攻克不了，还是不能完全解决。死亡更加不要讲，我一再的重复，古今中外，人不能解决死亡的问题。可以延长一点，可以舒缓一点，但死亡还是会临到人。那么贫穷呢？那有人说，哎，我不愁贫穷，我家里很有钱，我自己很有储蓄等等。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，有些人连的下一餐怎么揭开锅都不成，有些人有很大的经济的压力，想到养家，想到维生，他们不是在生活，是在生存，有连生存都受到威胁。哪怕有些有钱人，不等于他心里不贫穷。再讲家庭啊，有些人很想成家，但是没有条件成家，或者有些人在某些社会受到种种的影响不能成家，有些人成了家有家归不得，怎么样？家里的混乱，家里的吵杂，家里的纷争，或者被家庭所拒绝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世界很容易面对的。那么今天呢，学科的作者呢，着重啊，我们看这个第二十面的这个学科，就会怎么样呢？无数的惊奇、惊讶、惊骇，甚至怎么样呢？都会有的是生老病死是怎么样？一个今天人的一个必走的一条路，有的还有意外。对不对？突然疾病临到，突然灾祸临到，在美国突然打枪，在有些地方突然地震等等，意外，无数的惊奇、惊讶、惊骇，可以说，对吧？可以说，不同的形式来到我们生命当中，对不对？那么火炼的誓言，我们有的时候不小心一碰到烫的东西马上就束手，那火呢更加不要讲。耶稣曾经说，
对他们说，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哎，他们说能受能受。耶稣是火的洗礼，还不是水的洗礼。人生当中有些突然临到的意外的事情，像火那样烧着着我们的身躯，尤其是心灵。那么彼得就讲到啊，有火烈事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不对？那么这很值得探讨啊，大家可以看这个学科整个所讲到的啊，火的誓言啊，代表着燃烧的意思啊，有的也被翻译作像我们开始讲的荣辱那样的意思，是吧？而这是一个精炼的过程，我们一开始也就讲了荣辱的几个含义，不在高温之下，这些物质是不可能融化，不可能合成或者分解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种互动，可以形成一种新的改变、新的发展、新的特质。这不单单在化学方面是这样，在人生方面更加是这样。彼得的一生受过很多的苦，他现在年老，甚至主已经对他讲，你年少的时候随意往来，以后呢年老的时候人家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要伸出手来，已经暗示着他也要钉十字架。我们知道十字架这个字也是包含着 cross 这个字，也包含着苦难的意思，考验的意思。那么学科的作者呢，我们如果看完这个学科到25面就知道他提了四个方面，这些意外、这些苦难、这些考验、这些火炼的经历，可能来自四个方面。第一，来自撒旦的攻击，我们最容易记得的就是约伯，义人约伯。约伯说他是敬畏上帝，他是个完全人，但是他不知道在天上，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前，撒旦还可以到天上去活动搅扰，他就怎么样要攻击约伯，义人约伯。这是一个方面，当然还有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么彼得年老的时候，他就讲对信徒讲，你们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，这个苦难是来自仇敌的，善恶之争来自撒旦对上帝子民的攻击，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他遍地游行，到处他去寻找，寻找什么可以吞吃的人，使得约伯家破人亡，妻离子散，可以说我们以前讲过约瑟也是受尽了各种苦难，上了基督，对不对？来自家庭的，来自社会的，来自
好待的朋友的。约伯也是如此，对吧？他的妻子说，算了吧，你还是放弃上帝吧。哇，你受了这么，约伯不一口犯罪，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他，你这欲晚的妇人。但是他三个朋友本来想安慰他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反而加上了百斤的重担，千斤的重担，说他你一定是犯罪，不是你犯罪就是你的啊父母犯罪等等，什么痛苦都受。当然圣经里面不单单是指约伯，对不对？约翰本身，好吧，老年孤独流放在拔摩海岛，对不对？三个月了啊，约伯、约瑟、约翰都，那不止了。但以理呢，也是如此，对不对？他忠心办事，没有差错，但是呢，被人嫉妒，因为波斯王立他做总理当中的第一总理，受到嫉妒。结果呢，在他所办的事上找不是差错，就在上帝律法上找差错，撒旦就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结果但以理被丢在死坑里面。但是撒旦尽管想要吞吃他，但以理是一个真正硬骨，撒旦都怕咬坏了自己的大牙，不敢吞吃。很多很多，那至于教会历史里面，不论是早期教会、中古历史教会，甚至近代也同样有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这是来自撒旦的攻击。弟兄姐妹、各位同学，你我或者都遭遇过一些意外或者痛苦或者苦难或者火炼的考验，我们要想一想，其中有一个可能是撒旦的攻击，好吗？那么22面呢，就讲到有的时候是罪的后果，罪的后果啊！罗马书第一章第八节，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，就是那些行不义、阻挡真理的人。上帝不喜欢人这样，有些人自己非但不听真理、不行真理，还阻挡人去接受真理。结果后果是自己要承担的。我们在历史上看的很多为非作歹的，不要去讲它。有的是怎么样呢？以势力为神，阻止人接受福音领受真理。那早期的罗马时代也是如此，中古时期也是如此，近代没有吗？一样有，一样，对不对？是怎么样的结果？怎么样就自食其果，自食其果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看到啊，一定要看到。那么有的罪恶是怎么样，罪有应得，是自己犯罪的结果啊。徐克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大吃大喝、乱吃乱喝啊，你不生胃病、不胃溃疡才怪，一定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什么活动都不愿意参加，更加不要说是啊适当的运动，那你有一天怎么样生病了，走不动了，
关节有问题了，那你怪谁呢？只怪自己，对不对？只怪自己，很多很多方面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不注意休息，我们整天手机、电脑等等，有一天我们失眠了，有一天我们生病了，怎么样？那怪谁呢？啊，你怪你说，哎呀，我怪乔布斯啊，你为什么造了苹果手机？你怪那个生产电脑，不要怪，这些本身是可以帮助我们的，是我们用错了，用的不得法等等，很多很多，对不对？那么但更重要的就是说，圣经讲我们要买真理，不要出卖真理、啊、凡事应当怎么样，拥护真理，不是抵挡真理。今天作为个人，作为一个家庭，作为一个社会，作为一个国家，都是如此。如果我们抵挡真理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收受到它的自然的结果，自然的结果。所以这点我们一定要这个非常的一个重视跟注意，对不对？那么罪的后果啊，罪的工价是死，最后这不去讲，在死之前还有很多怎么样，还有很多的后果是在活着的时候就要承担，不单单是最后的死亡，还有将来上帝的审判。所以如果人经历了有痛苦，要想一想，这到底是撒旦的攻击呢，还是我自己犯罪作恶走差打错的一个结果？这点要注意。我们不要想今天的人啊，一下天灾人祸，其实很多是人祸啊，推着天老天，很多是自己招来的结果。哎呀，我的家庭背景不好了，我的环境不好，很多都是第一个。其实人最大的敌人是自己，我们的私心，我们肉体情欲、眼目情欲、今生的骄傲。那太多的历史，太多的故事，或者我们自己人生的经验，都可以考虑到这一点。那么撒旦的攻击，自身罪有应得招来的后果。第三呢，学科作者提到，是使人接近的严峻的考验来自哪里？上帝的管教啊，上帝要熬炼啊。剩下今天为什么有的精子叫九九精啊，就是它非常纯，但怎么可能纯呢？要把杂质都给去掉。圣经也讲，上帝有的时候熬炼人，他是老是熬不好就被丢弃了，但上帝对他的儿女总是怎么样，就像父亲管教自己的儿女，管教为了什么？为了他好。甚至以前啊，中国有的时候要责打孩子，为了什么？为了使他改正错误，或者为了使他更加的努力上进，对不对？管教。那么耶利米书第九章第七节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啊，我要将他们融化熬炼，不然我因百姓的罪该怎么行呢？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软弱、有缺点、有错误，但有些软弱、缺点、错误必须要经过熬炼，经过管教，我们才会去除，
才会认识，好吧？那么对国家、对个民族、对个家庭、对我们个人都是如此，都是如此，对不对？那么大家有机会看学课就可以看到，啊，上帝要融化，要熬炼犹大跟耶路撒冷，这是这个民族一个国家，对一个家庭有的时候也是如此，对我们个人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个人就组织家庭，家庭就形成社会，社会就形成一个国家。上帝有的时候就要在我们个人身上，尤其在他儿女身上，怎么样实行他的作为，这个是另外一个理由，管教啊，管教。第四呢，是制作成熟阶段的一个严峻的考验，要提高，跟上面这个可以连在一起，但上面这个主要是要把罪除尽。第四个，有的时候的苦难，有的时候的考验领导呢，是要提高我们，提高我们。学科的作者，一方面可能篇幅的关系，提了这个四个方面主要，来自撒旦，来自什么？来自上帝，来自我们个人，或者也来自周遭的环境和其他的。啊，有个人也不止一个人常常问我的黄牧师，你过去15年为了传福音啊，坐牢也好，劳改也好，学到什么？我说在我的年代，我连看书一般的书都不可能，那时候只有一本书可以读，对不对？我说我主要学四门功课，而且学了一点点。第一，就对上帝认识的多一点点；第二，对撒旦认识的多一点点；对自己认识的多一点点；对别人、对环境认识的多一点点。其实每一个人，不论你什么处境，你只要意识到这几点，你总归有学习的，总归对我们有启发、有教育、有帮助。但是我想我今天总归要讲一讲，这是我个人对苦难问题，苦难是这个世界上一个大的题目，我跟大家交流分享对苦难的个案，我有的时候不能解释，或者解释不清，因为就自己知道的更深。到底上帝要管教我呢，还是上帝要提高我呢，还是我自己怎么样罪有应得？我们人有的时候只看表面，看外貌，而且所知道的可能是局部有限。我们个人，尤其是当我们个人静下来，面对着上帝，面对着主的话语，我们会知道的更。所以对任何的苦难的个案，有的我真的不懂，也不能完全了解，更加不应当武断的说，哎，正像这个约伯的朋友，你越不受苦啊，就是犯罪啦，就是或者啊，你的父母犯罪，我们千万千万。而且在教会里面最要防备的一点就是说，有的时候临到自己的苦难里，哎呀，这是上帝的试炼，战胜上帝的考验我。临到别人的苦难，哎呀，这是罪有应得，这是等等。
千万不要这样讲。只有你，只有我，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才会认识得更清楚、更深刻一点。所以有些人也常常问我，哎，这个苦难怎么解释？我怎么会遇到这？我说，圣经对苦难这个大题目投入了很多的亮光，给我们很多安慰、鼓励、应许、提醒、教育，但是对任何一个苦难的个案，我不能完解释。有人一生不抽烟，住在最好的空气的环境当中，怎么生肺癌了？现在一般认为肺癌主要是空气不好了、抽烟了啊等等。我的大哥也是如此，他本身是个医生，怎么会？我不能解释。有的小孩无故的给撞死，我不能解释。我对他父母，我不能解释。很多苦难的个案，谨慎开口，让个人去自省。但是圣经对苦难这个大问题投入了很多的亮光，给了我们很多安慰，也教人怎么样去回应这苦难。所以今天这一课非但是指出苦难的发生的几个方面可能的原因，还要使我们从圣经里面知道怎么样去回应。那么我相信一个是篇幅的关系啊，学科的作者有可能提的更多。我自己呢啊，在思考以前我也讲过这个题目啊，关于苦难的问题的时候还有很多很多，对吧？我想今天我们读一些圣经，好吧？圣经最长的一章是哪？诗篇119篇，对吧？它有150多节。那么诗篇119篇里面有三句话，大家听一听。119篇67节这里说，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苦难有的时候怎么样，是使我们怎么样走回头，走回义路。剩下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，以教训都是使人归正，归正。所以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，现在却遵守你的话。67节。那么还有呢，71节怎么讲？我受苦是与我有益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承认吧，受苦是与我有益处，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。上面一句说使他归正啊，也是怎么样的，可以遵守上帝的话。诗篇119篇75到76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，是以诚实待我啊，求你照着应许仆人的话以慈爱安慰我。这个话就我们自己最知道。有的时候我不能指出，不能帮人解释你为什么受这苦，但有些时候我们自己知道，你使我受苦是以诚实待我，诚实待我。因为我们有的缺点错误，
甚至我们隐而未现的罪，别人不知道，自己知道，是以诚实待我。上帝要怎么样？要管教我，上帝要锻炼我，上帝要提高我。有些人常常，哎呀，这个人心情真好，这个人爱心如何大，只有自己最知道。有的时候人家讲我好的时候，我会心蹦蹦跳，或者我的耳朵会发红，因为我知道我的信心还是不足，我的爱心还是很缺乏，还不够。啊，这是一个。那么生命记第八章啊，生命记第八章这个第三节，这里讲到纪念耶和华你的上帝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，这当然是指哦，对出埃及的以色列讲，四十年是要苦练你，试验你，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，肯守我的诫命不肯，试验，知道内心。有人说，我还不知道我内心，有的时候我们比别人知道的多，因为别人只看外面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连自己都不够认识，就上帝比 X 光还要厉害，知道。但上帝怎么呢？要试验我们，要知道我们内心如何。上帝试验亚伯拉罕吧，试验你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献为祭，上帝试验他，当他真要动手将以撒献祭，上帝说住手住手，不可以伤害他，我已经知道你内心。哎呀，上帝有很多的时候的试验嘛，啊，试验。那么，你如果知道这个，是不是对你有很大帮助？有很大帮助。哎呀，圣经太多了，对不对？还有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说，我们怎么样，现在的苦处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。如果我们有这个想法，我们对苦难的回应就不同，不是苦上加苦百上加金，而是怎么样，现在的苦处不是身体的、心灵的、家庭的、社会的，那现在的苦处，若比起将来要显示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，不足介意。嗯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是，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处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边永远的荣耀。我写过一首诗，快乐最多是今生，苦难呢也最多是这一世，在这个世界不会永久，快乐是过去短暂，苦难也会短暂，只有主是永恒的。我们是自战自轻的苦处，要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如果这些应许这些话我们记得的话，我们会不会在苦难当中分量就减轻了，甚至就有力量，甚至像彼得讲倒有欢喜，对不对？哦，很多，对不对？我们如果作为上帝的仆人，我常常讲做基督徒本身不是一条易路，容易的路，
要进窄门走小路，要被十字架舍己，跟主做传道人更加是如此。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献身，真的感觉有蒙召，你知道这上帝恩典，但是这条路是更加艰难的。我体会一个信心的弱者，爱心的懦夫是可以走上这条路，但走不完这条路。因为你就像彼得，就像保罗，你读读使徒行传，受了多少苦难，是吧？保罗讲，我们进入上帝国之前，怎么样？必须要受很多的苦难，啊，受很多的。我们进入上帝的国，必须经历许多艰难。使徒行传十四章。但是，如果我们知道，怎么样呢？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三章第三节所讲，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。命定，你既然愿意献身，主啊，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那么在走这条献身的道路上是有困难有痛苦的。我常讲，传道人有一般人没有的忧愁和痛苦，但是传道人有一般人所没有的一种喜乐跟平安。如果我们在患难当中，如果想到这是命定的，因为我愿意走上这条路，上帝在这条路上就命定了一定要进入上帝的国，要怎么样？要经历许多艰难。如果懂得这个，是不是亮光？是亮光，对我们太有帮助，对不对？太有帮助。那么还有这些圣经大家常常读的，上帝苦难给你当饼，你艰难给你当水，你的教师就不再隐藏，你必看见你的教师，今后你或向左或向右，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，这是正路，行在其间。怎么样？经验是教师，是保姆。啊，如果我们在苦难当中，但是这个亮光会不会对我们是安慰，也是一个力量？对的，足以艰难给我们当饼当水，那不好吃。不好喝，这是苦悲，但是呢，要增加我们人生的经验，属灵的经验，有没有这经验？有没有这个感受？有，我也有，是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那么诗篇啊，66篇。第十二节，或者约伯36章第16节，这里说，上帝也必引你出离患难，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。上帝经过苦难以后，帮我们进入到一个宽阔不狭窄的地方啊。诗篇66篇也十二节说，你使人坐车扎我们的头。哇，这还了得？上帝有的时候允许这样，让人坐车砸我们的头。我们经过水火，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。约瑟是不是这样？约瑟也是这样。所以约瑟两个儿子的名字怎么？上帝，你让我经历苦难，使我的苦难当中怎么样？发展了，扩大了，丰盛。但是呢，他不是老是记得的苦，他忘记了苦上面，这是他两个儿子的名字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老是记得苦，我怎么这么苦啊，这么苦啊，这么苦，那真的是苦上加苦。上帝是他忘记的苦还不算，上帝是他看见苦难另外一面，让他在苦难当中发展壮大，进入宽阔之地。
诗篇还讲到，你使我们经过怎么样流泪谷，却使我们怎么样得到秋雨之福。秋雨之福，这又是一个是不是亮光呢？是不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可以帮助，还有很多很多。所以正像我们最常背的也很喜欢的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万事包括痛苦的事苦难的事都互相效力，但有个前提，叫爱上帝的得益处，叫爱上帝的得益处。如果我们爱上帝，有这个前提，万事什么事情，生老病死也好，痛苦也好，艰难也好，贫穷也好，都互相效力，都会互相效力，达成我们刚刚所讲的认识撒旦多一点点，认识上帝的慈爱多一点点，认识自己多一点点，认识别人，认识环境多一点点，万事都不相像，叫爱上帝得益处。但如果我们不爱上帝呢，好事变坏事，坏事变成更坏的事情。如果我们爱上帝呢，坏事变好事，好事变更好的事。我读这圣经就这样体会，也多少结合一点点我自己人生的经验，万事都不相像。还有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四到第五节，我们如果在患难当中，上帝就安慰我们。那么保罗就讲怎么样呢，上帝是我们怎么样将来可以去安慰遭受同样苦难的人。怎么呢，如果我们不生病，我们不知道人家生病的痛苦，有的时候讲的话不着边际的，我们自己生过病了，在生病的时候上帝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忍耐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经验去安慰别人。如果我们为了道，为了传福音受过一些苦难，那么你去帮助其他的同样经历人，就怎么样，就说到家了，就有意义了。否则讲你算算了，你都跟没有受过。所以我们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就讲到，我们多受基督的苦难，也多得安慰，多得安慰为的是我们可以去安慰同样的受苦人。这个亮光非常宝贵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做传道人，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，有经验的传道人，我们才能讲话能够讲到人的心里去。我们不要做一个翻嘴皮的人，只会口讲，不行不行。更加重要的，我们这基督的主题是什么，与基督同受死。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是非常令人震撼的，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为什么离弃我？他为了承担我们的罪，为了背负我们的痛苦，为了医治我们的疾病和罪，他与上帝好像是分离了。我们有的时候讲罪啊，讲义啊，有的时候都不走边际，因为我们自己没有经验，没有体会。如果我们自己经验了体会了，我们就知道基督为你为我所承受的是何等的一种试炼。基督甚至怕因为他承担了全人类的罪，包括你的我的，他回不到天父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苦难有的时候是我们
体会多一点点主的苦难，主的苦难。而且呢，圣经给我们这么大的安慰，说上帝在苦难当中跟我们在一起。以赛亚书这样讲，上帝说我与你同受苦难。耶稣讲，饿了给我吃，渴了给我喝，我赤身露体的给我穿，我在病中，我在监狱，你来探我。这个右边的绵羊讲，我哪里有啊？你说这些事情，你坐在最小的身上，就坐在我身上。弟兄姐妹，你的病，耶稣感觉就是他的病，你的孤独就是他的孤独，你的缺乏就是他的缺乏。让我们能够在苦难当中进入到这些，去体会这些。所以雅各讲，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知道我们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我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陷，毫无缺陷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在苦难当中，我们会听见上帝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我的恩典过去是，现在是，将来也是够你用的。这是我已经讲中文，可惜漏了一个字没有翻译出来，对吧？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所以保罗在苦难当中得着这个亮光以后，我更喜欢夸自己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覆辟我，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。哎呀，弟兄姐妹，圣经关于苦难，我再说，投入了很多很多的亮光啊。刚刚我补充一部分而已，还有很多，时间的关系，愿上帝能够引导我们。在这世界上，耶稣没有欺哄人，像有一些教主所讲啊，来了来了，跟从信我的跟我的都不会生病，不会啊，都会发财，都会。没有，耶稣在世上里面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 ，Be of good cheer， 你们可以放心，你们要快乐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世界，耶稣已经为我们受尽了这一切，他受的试炼是撒旦攻击他，他受的试炼是上帝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慈爱和公义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他是为你为我的罪。愿上帝能够接受今天试炼来临。我不晓得你过去人生当中，那肯定是会有了，不过大大小小不同的试炼，将来还有试炼，有更大的试炼会要临到。但上帝应许说，在试炼的时候免去你的试探。在以启示录书里面讲，上帝会与我们同在。所以最最要紧的，我这些年体会最重要的就是以马内利，上帝与你我同在，我们与他一同受试炼，将来跟他一同的荣耀。感谢主。好吧，弟兄姐妹啊，大家有机会再看一看这个学课，好吧？我就提供一些，补充一些我自己所学的。愿上帝赐恩给你我，在这个苦难的世界当中，哪怕我自己暂时没有苦难，将来还会有考验。何况今天世界上有多少人在苦难当中，需要我们去安慰，需要我们去帮助，需要我们借着基督的福音去拯救。愿上帝用着你，用着我，成为一个有经验的基督徒，有经验的传道者，能够讲出心里的话，感恩的话，有力量的话。